pew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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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pew. Hold up, wait a minute. It's a chopper. It's a chopper. Hold up, wait a minute. It's a 22. 抖音。每个人的身上都有毛毛，让我为你唱毛毛。到底我们身上都有哪些毛？让我唱给你知道。抖音。Pew pew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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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pew. Hold up, wait a minute. It's a chopper. Pop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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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pop. It's a chopper. Hold up, wait a minute.抖音。Pew pew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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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pew. Hold up, wait a minute. It's a chopper. Pop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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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pop. It's a chopper. Hold up, wait a minute. It's a 22. 抖音。抖音。我就喜欢你，没什么道理，像猫咪爱吃鱼，吃不到好着急。我就喜欢你，别人都不理，像猴子。抖音。Set fire fire fire。The gun is a little better。抖音。在你的心里，我是否就是唯一？爱就是用我唱反着你。Everybody say， 情话多说一点，想我就多看一眼。抖音。今天教大家制作在综艺节目中这样的局部放大特效。首先打开剪映，导入素材，然后添加画中画，再导入一遍刚才相同的素材，双指放大导入进来的素材铺满屏幕。下面选择导入进来的素材，选择蒙版工具，选择圆形蒙版，拖动到你想要放大的位置，双指放大画中画素材，调节一下蒙版羽化值，然后分割删除前后多余的部分，只留下你想要放大的片段，最后再添加自己喜欢的音效。 OK 了，我们导出看成品。抖音。 Set fire fire fire。 The gun is a little better。 By the name so long and better。 抖音。这个五一的我们，这种大头特效怎么做？我两秒教会你。打开剪映，开始创作，添加游玩的照片，选中照片，点玩法，选大头特效，给照片添加入场动画镜像翻转和原相机特效，最后加上音乐看效果。抖音。